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妹陈明珠。这一次很开心能够收到动评会的邀请，一起来参与就是更多的照顾浪浪们的这些计划。特别这一次呢，就是因为我在一个月前呢正式加入猫室友的行列，认养了两只浪浪，更深刻的体会到每一个猫小孩的生命都需要大家更多的留心跟照顾。可能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都能够随处看到一些在街头的，不管是浪猫或者是浪狗，只要你愿意多付一点心力呢，就能够让他们有更舒适的居住环境。更多相关的资讯呢，邀请大家能够上到动评会来看看这个午夜动保食堂该如何做申请。所以记得哦，街猫午夜动保食堂，我的美丽台北也是他的家。